等一下他回来你跟他讲，不然的话真的太奇怪了。所以你现在是要选他还是选我？印度朋友会重色轻友吗？跟你讲，我很喜欢你耶。你很喜欢我？被美女搭讪，而且还被告白，美女和兄弟，他要怎么选呢？这个故事就要从这个玻璃瓶开始说起。大家不要怀疑，真的是因为这个玻璃瓶的关系，里面就是有纸条写着 Subscribe my YT。 大家，我知道这个听起来有点荒谬，但不是在真实的世界啊，是在那个 Mia 的 app 里面啊。你看，真的啊，真的啊，你看，打开，哎，真的有人啊，真的就是玻璃啊。就在上个礼拜，我在玩 Mia 的时候呢，然后就捡到了这个玻璃瓶，然后看到里面的讯息是写着 Subscribe 我的 YT， 我就想说 Oh my god，你也是创作者吗？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聊天，然后现在 right now 我就要出发去见他了。Oh my god， 要见网友。Hello， IU， 哎，不是 ，sorry， Oh my god， Oh my god， 第一次见面讲错了，是 YU， Oh my god。Hello， 大家好，我是 YU， 不是 IU 啊。一开始呢，去到 Mia 的时候呢，我原本是要聊关于创作的，然后 Oh my god。他也是一个 YouTuber， 我想说那一定要马上见他，很贱的咯，我跟你讲，他一直跟我讲 Kairish、大家都是朋友，大家都是 YouTuber， 我想说那就一起来见个面。但是我想说我不想要 Kairish 跟他的认识那么的简单，我就把他弄得比较复杂一点。今天主要的反应是看 Kairish 是一个重色轻友的，还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一个印度 boy。希望顺利了 ，OK， 希望顺利了。来，1、2、3。这是我们的局了。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待会呢就是在这里。这里呢有一个相机，哦，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等一下那个灯 ，Oh my god！ 这个同行人一看都看得懂了，喂。这个是我认识你的方式啊，一二三。Okay， 现在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还下大雨 ，Oh my god！ 然后呢，我这里就一个相机啦，这里有一个相机，然后这里也有一台相机在这里。有绿的啊，开始了，开麦克风 ，Action！ Oh my god！ 来 ，get first，OK， 欢迎凯瑞兹。嗨，你好。我问你，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拍什么吗？不知道，因为我很想要 hold up 牛啊，把你有没有？你 check up 牛了。OK， 我跟你讲，我们呢要拍在 Brahmi try 吃印度餐，你来看哪一个印度最 nice。Pyramid 有好吃的印度餐吗？有，有啊，有。在哪里？ But before that， you help me take it a bit. Hey， help me take it. Tell this thing. Help me. Wait me. Okay.加油啊，加油啊，喂。Hello， 你是那个 Kairish？ 我看你很像哎，你是会讲中文那个。对了，会。跟你讲，我很喜欢你耶。你很喜欢我。我有看你的那个 YouTube 是吗？你是做 YouTube 是吧？你是跟他一起啊。你跟谁？你不认识他？我刚看到你。我真的喜欢你，我想看你的影片嘞，我可以拍一个照片先。我有拍你一个影片。Hello，你们懂他是谁吗？这是 Kairish 那个 YouTuber。我看你跟 CCY 拍那个。CCY 是？哦，是 CCY， 你都不知道啊？哦，你看，你拍一个照片，拍一个照片。Okay. 我看你叫我印象深刻是你跟他拍那个黎巴瓦里的是吧？黎巴瓦里的。哦。我第一个看你影片是那个拍 prank 的那个中文的。你要跟我一起拍 prank 吗？你可以。可以啊。我看你最近跟 CCY 拍片，我不懂啊，我对。他们是 CCY。都只是没有什么很看的。没有，我是比较喜欢看你的，是因为你要真的我了，我的 YouTube channel 很好笑，因为我觉得不懂我，你觉得 CCY 怎样？continue。没有，你觉得他怎样哦？因为我觉得他还
他还，你不要放上去，你不要给他看的。这个是我的了，都是我的。因为我觉得他拍片有时候很血啦，一直拍，很一直拍。你不要，你不要给他看。我不会给他，我不会给他看的。你觉得他怎样 ？OK 吗？你觉得跟他拍片好玩吗？好玩，很好玩，但是很 unique 的。怎么了？不懂吧？可能我对他的印象没有这样很好。最新的 fashion 呢？所以你最新的 fashion？ 最新的 fashion。今天跟他是来这里。你们拍什么影片？不知道，叫你叫什么名啊？你可以叫我 YU。YU 啊？啊。你可以 WhatsApp 我吗？真的啦，哎，等一下。现在好像麦克风一样。不是啊，就是一个 fashion。fashion 呢？跟我的一模一样。等下我 join 你们拍片。哎，你们会拍到几点？麦克风。哎 ，friend 啊？啊 ，friend 啊？嗨。嗨。他就是那个。他讲你们是来这里拍片的，嗯，拍片啊 ，Why？ 大哥跟我讲可以的，可以跟你们一起拍片的。No. With me. She just came over saying that she's my fan. Oh, your fan is it?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片，然后凯瑞去当一个粉丝啊。我刚刚还跟他拍照。Oh my god！ 粉丝嘞，所以底下可以拍的。OK 啊 ，OK 啊，如果一起拍的话 ，Why not？ 但是吃印度餐也 OK 嘛 ？OK 啊，可以 try 啊，那我 OK 啦 ，OK。OK。现在走啊，现在走了，要走。你现在拍的话，我去转一下。OK。OK。好。你骗我？你骗我？我等下回来。OK。Bye bye。She's with you. No. Don't lie there. I can't play microphone on my head here. I don't know. Wait.You tell me first. Why suddenly she say want to 拍片 What? I don't know why suddenly she says she's a big fan of me. She's following my YouTube channel. 你答应她拍片？嗯。Okay. Wait. Some video 啦。But then why you 答应她要一起拍片 ？No. She said. Next time you do video, can I follow you? She said. Next time you do video, can I follow you? I'm showing 了，我吓到。她讲你讲可以一起拍片。You go out.So called go bathroom and she come here talk to me, you know, huh? No!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I just reshare on you, okay? I just also... You don't prank me, eh? What the fuck? Hey, I'll tell you. I think it's a bit weird, lah. Mm-hmm. Okay, this is just okay. Because I feel like a bit weird. Mm-hmm. 我以为 it's your friend. Uh-huh. So I'm like, okay, 拍片 If 如果是不认识的话 then I think... Better not, lah. Whether you are pranking me, bro. Because suddenly she just came sit down with me next to me. Hey.下次可以吗？一起录，可以吗？直播呗。啊？直播啊 ？Next round。可是你刚刚讲可以，你刚刚都已经答应我了啊。这样你要问他，因为他是他的 plan 来的。可是刚刚我问你要不要一起，就今天一起 shooting 啊？你讲 OK 的哦。我讲 OK 啊。等下我 join 你们拍片。你们会拍到几点？Hey, cannot lah. 他这样难吃了吗？难吃了，没有了，因为他有 better plan 了。我以为你们这些就会很 nice， 结果你这样的话，我要讲去 next 继续爱你下去哦，我讲去 follow 你，我讲去喜欢你哦。我讲去 follow 你，我讲去。不是讲今天了，因为他有。别的打算，你不明白啊？这样我要怎样哦？这样我很难继续 follow 你下去哦。OK 了。What's going on today? So she just told me she wants to be part of the video. 刚刚她跟我讲是可以一起拍的。她以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都不认识你，你认识我们两个，明白吗？不要太生气啦。No, I don't understand. 我很难。Suddenly she said, "Oh, if you don't take, so are you threatening me? Look." What's going on?哎，好了，坐下来了。选我还是选他？有错数 ？You know what she said about you, 呢？你刚刚讲什么的？啊，怎么办啊？哎，搞 video 的呢？你们讲什么？他讲你坏话，说好。哦，你看你这样。说好。Carries。嗯。Thank you very much. Carries. Okay. Look at that. Where?
Oh shit! I knew it, man. Hey, thank you, man. Choose me out. I never choose both of you. My friend, ah, 放什么？这个哪里是麦？哪里是麦？有肉麦啊？喂。She said, your video very terrible lah, this lah, that lah. You promise 我不讲的嘞。I defend you, you know, bro. Okay, 来来来来，进来。所以今天的 prank 呢是成功的，耶耶耶耶。然后我跟你讲，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重色轻友，还是讲有讲义气的男人？讲义气。Oh my god, thank you very much. 义气。Bros more than girls. Yeah, that one true lah. Of course lah. Of course ah, of course ah. No, even though. Me no, she no language. She language, language lah, but.Best friends will come first. Girls can always find best friend only one. 其实我跟 Wayne 才刚认识，我们在 Mia 认识彼此的啦。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在 Mia 聊关于创作的内容，然后刚好他也是一个 YouTuber， 他讲了，他想认识 Gary Show， 我说 OK 哦，来哦，一起认识哦。然后 But then 我就想说，不可以这样子认识，一定要 prank 个 Gary， 这样才好玩。That one was natural lah. Panic really. 你下载 Mia 呢，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像 YU 一样，都是创作者。如果你们呢也想要认识像 YU 那么活泼可爱的女生的话，或者是像我那么帅气的男生，有点心虚。OK, sorry. Moon Japan. 你们也可以下载 Mia， 你要下载吗？耶！大家也可以订阅 YU 的 YouTube 频道，还有。Kairish 的 YouTube 频道，师傅 Kairish， 师傅 Kairish 啊，我们现在要去 dinner， 然后来真正的聊关于创作。You cannot follow me for dinner， 我跟你分手。Thank you very much， 很高兴认识你。Thank you 在影片结束前呢，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 Mia 的全新功能，就是那个剪那个瓶子。其实，在认识 YU 前呢，我也是玩了一阵子这个游戏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剪瓶子的这个概念蛮新鲜的。我玩了一阵子之后呢，发现里面有各自各样不一样的人。Oh my god， 太开放了吧！我来了！哎，等一下，不可以！你想干嘛？吓死我了 ！OK， 这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哦。好，来，像这一个，他有讲话。它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可以用语音的方式跟文字的方式来，让别人捡到这样子。我是否是你想遇见的那个人？他的声音太迷人了吧？等一下，你没有听到吗？那个声音就是非常的清脆，真的有点像 ASMR 的感觉。反正你在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各式不一样的人啦，所以推荐你们下载 Mia。而且在 Mia 捡瓶子认识朋友呢，只是其中一个功能，它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功能可以让你去认识到不一样的朋友啦。然后你们肯定也可以找到像 YU 那么可爱活泼的女生的。